我们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天河一号核心舱，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，感谢广大科技工作者这个辛勤付出，加油！很羡慕我的这个战友们在里边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也由衷的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的发展感到高兴啊，感到高兴。